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澳门特别行政区主办的大型国际传播活动，视听中国蒲江故事，2023年走进澳门，以视听为街，光影为媒，讲述大湾区故事，传递中国声音。澳门有线电视联合江苏广播电视台，为大家展现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。石头开花讲述以真实故事为原型的扶贫工作缩影，记录社会生活的点滴变化。在你所不知道的中国中，通过中国骄傲、中国魅力、中国神奇三个篇章，讲述中国的精彩故事，展示外国人眼中当代中国的活力四射。锁定澳门有线电视，饱览中国好故事。